他们进不去。那应该不是录制了，行了。我扫一遍。报上还是走一下。这是这些全国的维权人士，他们现在走投无路，都上网十几年、二十几年，他们现在这里就是他们的家，现在他们流浪京城，他们吃饭店剩下的饭菜，晚上就住在这里南站底下。我们全国的冤民希望吴主席、温总理，希望你们犯纪十八开十八大了，你们是他们的父母，希望你们的子女是这样受到这样镇压受到了，现在他们都流浪京城，现在他们晚上都住在南站地下室里，晚上吃饭店里吃饭菜，他们乞讨要饭。是武昌区的万少华，我在北京已经来了两个月了，我现在没有办法，就是每天到去跑部门，晚上睡觉，我现在就是讨饭睡觉，睡在南站底下，这是我睡的床，我就在这睡。我今天早上在我们单位睡来了，很幸运碰到我们老总，老总说他要派工作组到我们单位去彻底解决我们的问题，我很高兴，我就希望老总讲的话要兑现，我在这儿等着他。我这讨饭在南站底下睡觉，我等到我的问题解决，我再回家。